民族を優秀戦と到了房顶上啊，大声喊啊，日本投降了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我们胜利了。哎呀，我们在那个半山腰上，同学们说怎么外头这么闹？有人就穿着被窝一看，哎呦，说那头打着火把，再听听说日本投降了，我们都奔出来了。大家都延安那次就举着火把游行了，很多人也掉了鞋、掉了袜子，什么都不顾了，说日本鬼子投降了。哎呦，简直是愣了。兴奋的都愣了半天。哎呀，我得说，那天比如说日本投降了，那大妈那个棒子打扔出去了，那鼓掌啊，跑跳啊，拿着什么这个背当子啊，搞啊，日本鬼子投降啊，这个是什么角落？大家下来把什么棉花沾上油也不要了，点成火把。